人比利近日因中秋节即将到来，特意为各方朋友准备了一些小惊喜寄出，还特意挑选了符合他形象的豹纹卡片，并手写了对好友们的祝福，一番心意相当用心。比利的好友玉芳日前在社群分享了自己收到的卡片，信封上写了署名，卡片内容则是写上祝福语。虽然手写的卡片诚意十足，玉芳也很感谢比利送他这个惊喜，不过他也忍不住调侃道，双方认识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，但非常怀疑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误会，原来是比利把玉芳的名字写错成了玉芳，让他感到既无奈又好笑。对此网友们纷纷笑称，天然呆的比利姐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，反而还有点可爱呢。